呢个好明灯嚟，大家睇下天，大家睇下十二天，呢个大红星座，啊，呢个小红星座，就环绕住边度咧？环绕个紫微星，啊，即系话大家睇到嗰个情况系咁嘅，其实啊，即系睇完啦，我睇完啦，咁快，啊，我都未讲完，佢就睇完啦，啊，唔系，唔睇啦。唔緊要啊！嗱，好啦，我睇翻轉頭，嗱，紫禁城其實咩叫紫禁城咧？紫嗱 ，OK 啦，得啦，得噶啦，係咪？係 OK 嗱，紫當然啦。剛才我們看到那段片你知道其實紫就不是紫色根據《後漢書》卷48那裡出衰傳注解他說天有紫微宮是上帝所居王者立宮象而為之即意思是什麼呢上面的紫微垣即是北極星即是現在我們叫北極星它是位於中天是永恆不動的其他星宿是環繞著它轉動的你頭先見到佢唔喐嘅，其他嗰啲啊，就係佢唔喐嘅啫。咁古代嗰啲星象學家認為咧，天帝就住喺嗰度啊，天帝住喺嗰粒星啊，即係北極星嗰度。咁皇帝自稱做天子嘛，係天之驕子嘛，天個仔嚟。咁所以佢居住嘅皇宮咧，係可以話係同天上面嘅天宮咧係一個倒影嚟。咁所以咧，佢將自己比喻做我哋呢就係天上嘅紫星，即係紫微星，所以叫做紫微宮。有咩意思啊？好啦。咁啊，咁呢个紫就系咁样啦。咁微啊，啊禁啊唔使讲啦。禁因为中国古代啊，即系所谓禁咧，系禁地。皇宫系皇帝同埋家人居住嘅地方。除咗侍奉佢啲宫女太监之外咧，侍卫等等啦，其他人唔叫你唔准入嚟嘅，系禁地嚟嘅。啊，亦都调翻转啊，平民梗系唔准入啦。而家你当然你入都要买飞啦吓，咁唔准入嘅。咁但系。装下都唔得噶，咁啊，亦都仲有一样禁咩？禁止工人无故外出，住喺呢头人唔可以随便出去噶，所以禁就系禁出禁入咯。其实吓，即系咁样情况。咁啊，城啊唔使讲啦，城大家知啦吓。紫禁城系中国明清两代24个皇帝嘅皇宫，清朝沿用咗之后咧，其实后来经过重建、改建等等。基本上冇乜点变过噶，啊咁紫禁城由1420年系落成之后咧，两代嘅皇族先喺呢度住啦，住咗成好似系409年，大概都500年咁上下，即系喺度住吓，即系住咗咁耐啦，即系呢个城用咗500年，你入到去睇，哇！你试下你屋企60年都想冧，佢住咗500年喺度，咁一啱我哋睇下佢点样建筑法，你会知啊吓。好啦，北京城。后来北京故宫博物院咧喺1987年啊，系被列为呢个世界文化遗产，大家知道吓。咁啊，从嗰时开始计算咧，即系话由1420年，所以计到旧年咧，大概啱啱600年。我哋话佢600周年纪念啊，就系咁嘅原因。好啦，嗱，咁我咧，我哋开始睇下佢嘅啊，仲有呢样嘢，大家睇埋啦。点解要天咁？你睇下佢啲啊呢啲咁啊。呢、這个全国玉玺嘅所谓五条龙啊，上面五条龙啊，咁啊你睇个黑印其实唔系写住乜乜皇帝之印咁，唔系写呢啲嘅，系写咩咧？你睇受命于天，既受且康，咁嗰啲图章嘅字都特别啲噶，啲系飘图章用嘅啊，啲鸟虫算嚟嘅，即系特别一种算术嚟吓。咁啊，我哋唔理佢啦。好啦，嗱，咁我哋金堂咧就开始睇金堂。开始讲嘅营建咯，而家先讲嘅营建咧，北京啊，
講翻轉頭，咁而家當然大家知道啦，呢個航拍嘅睇到成個故宮係咁樣啦。嗱呢條金水河啊，嗰度有五條橋嘅係嘛？有五道橋過去，過去之後就係天安門，一路入去一層層入㗎嚇。咁第日咧，我哋會點講法啦？我俾你睇下。哇！這個我整了成20個鐘頭又呢幅嘢。佢喐噶，你影唔到噶。嗱，我由五門廣場、五門金水橋、太和門、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一路講落去，前面嗰句咧就係政治中心嚟，後邊嗰句就係皇宮啊，後邊啲後妃住嘅。咁所以我哋會分即係跟住呢條中軸線咧，咁著句咁講嘅。嗱，咁啊當然啦，除咗咁之外，即係當然我哋一開始就講翻呢度先。但係呢度之前仲有嘅喎，因為呢度係紫禁城嘅喎。紫禁城之外，仲有外城咧，就有內城啦，就有皇城啦。先到呢個紫，先到呢個紫禁城啊嘛。咁所以即係話，如果你話唔好講咧，淨係講紫禁城算啦。咁我就唔講嗰啲啦。嗰啲城其實就起成個北京城咧，係好偉大嘅。即係其實嚇，唔用就嘥咗佢。嗱，呢個我第日又會著。我呢個圖又係著佢講喎。呢度系大家睇到啦，系嘛？由呢个图我都做咗几个钟头，由嗰个五门嗰度入去，即系如果你买飞咁入去就系、是、啊，你睇到呢个金水河啦。如果上边睇，好似把弓咁嘅系嘛？嗰条河啊，佢有理由噶。咁啊，一阵间我哋会着橛中轴线啦，会三橛咁讲落去啊，即系着橛讲啊，着橛讲。呢、这個圖要九幅圖先及得埋一個大圖啊！我將佢 cut 開咗九幅俾大家睇，同埋有曬啲宮殿名啊，有曬宮殿名啊！咁啊，如果你一條中軸線行到後邊，嗱、这、呢個御花園啦，行御花園之後，神武門出翻去啦，再入要俾錢啊！好啦，嗱，咁呢個成講點營建法咧？我睇下，佢佔據面積咧，即係淨係講翻呢度啦嚇，佔據面積咧有成72萬平方米。啊！但系建筑嘅面积大概系150,000平方米度，啊，好啦，咁我睇下啦，我哋，因为好似有啲朋友系中意研究呢个建筑啊，咁我话同你讲下少少建筑嘅资料，啊，讲木材啦，当时嘅木材咧，啊，如果用柏木就喺福建、湖南、四川、广东等等地方运嚟，啊。佢派晒所有尚书啊、侍郎啊等等咧，去吩咐各地去收集木材，净系柏木去咗呢四个省去揾，杉木去咗江南、江西、浙江、湖北去揾，吓、啊、咁当时啊，揾咗木翻嚟未起噶嘛，咁点搞咧？当时啊，喺用个货仓嚟载住啲木啊，你知唔知用咗几多货仓？3,600个货仓先放咗晒呢啲木。而家你嗰个北京你得闲嗰头你冇无聊嘅话，你又数下有几条柱啊？而家冇，从来冇人数到有几条柱啊？点解？数晒乱晒大龙啊，多到吓，即系冇人数到。好啦，咁木材系咁啦，城砖咧，砖嗰阵时用嗰啲叫做澄漿砖啊，澄漿砖呢澄漿砖啊，即系话系。城墙好，宫门即系宫苑嘅墙，或者系砌三台用嘅，即系你知道而家如果去过北京故宫，你会见到佢起咗个三个台先起个太和殿喺上边噶嘛。咁所有用嗰啲城砖啦，系专门喺边度咧？喺山东临清烧制嘅一种叫做澄漿砖。啲澄漿砖每件啦系48厘米乘24厘米乘12厘米。每一件是24公斤重，每一个砖24公斤重嘅噃。咁呢澄漿砖，我谂澄泥咧，大家听过。如果有人玩书法啊，澄泥砚系嘛，有种澄泥砚啊，即系做砚台嘅。咁啊，佢啲砖就用呢啲泥做。其实喺山东省嘅一个叫辽地市，咁呢啲泥咧，佢制作技术好高喎。是唐朝遺留下來的一種技術來的，這個我們不詳細講，不過在2012年山東省直情是確定將這個當為省級
嘅一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保護啲禮啊。咁啊，點解咧？原來喺黃河度攞啲喺黃河底嗰啲淤塞嘅泥咧，係撈上嚟嘅，撈佢就將佢即係篩過曬，啊沉澱過曬，咁又形成一種好幼細、好幼細嘅純泥嚇。將泥再放喺泥池裏頭，用水再撈勻佢，清過曬佢，又用一種沙狀嘅工具，一個沙網之類啦嚇，咁啊來回去過濾，再過濾完，將所有雜質濾曬之後咧，咁呢種就叫澄泥啦。即係話呢澄泥咧硬到鐵咁嘅，滑到肉咁滑嘅，啊呢個南紫北澄啊，大家聽過呢個名稱啊，即係江南就紫砂。紫砂泥大家知啦，紫砂茶壶嘅紫砂，北方最靓就澄泥。我有个澄泥砚啊，我唔知几时攞翻嚟，我都唔知道。我有一百几十个砚啊，唔知摆去做乜，用嚟用嘅咧，用紧我3蚊买翻嚟嗰个砚嘅，其他砚唔知道做乜。有啲啊搬屋嘅时候冚到崩晒，真系嘥咗。我有成一百几十个砚，贪得意。我记得去长江游三峡嘅时候，几十年前啊，嗰阵时仲未有國州水坝啊，咁啊上去，我喺武昌啊武汉上船之前前一日，去睇到一个砚，好靓啊，水云纹啊，咁啊我问佢几钱啊，佢话唔记得咗，好似700蚊好似啊，三四十年前喎，700蚊，哇唔系贵啊，嗰阵时好穷喎，成个月薪水唔舍得买。唔买啦，啱啱话唔买，行出嚟走啊！咁啊，有个日本人行入嚟，琴日我睇过嗰个演咧，咁一问嗰个老板，佢话啊，呢个先生睇紧啦，即系话我睇，哇！我话嗰阵时忽然间个外国话炒完外国，唔卖俾日本佬，即系嗰阵时唔知点解，我同日本人冇乜仇噶，因为我系和平咗之后出世嘅，咁。点解日本人话问翻佢？即系琴日嚟睇过啦，肯定系嘛？如果翻转头梗系想买啦，唉，揞钱700，恨到嗰样眼光光。啊，点不知啊？点不知啊？就冤家路窄。上船之后，佢又系去游长江三峡，佢系坐头等船头，我系后边舱。咁啊，睇风嘅佢啊，咁但系佢啊，成日都心啊，可唔可以俾个演我睇啊？我寄咗翻去咯，因为我寄啊，我通常去买几十箱嘢，我买去一次旅行咧，每箱5公斤啊，嗰阵时规定吓，3毫只公斤啫嘛，寄翻嚟香港，咁我又买书又买咩重嘅嘢费力咁啊，寄翻嚟，我寄走咗咯，咁啊同佢倾起偈，咁佢啊成日招呼我去佢嗰个仓坐，咁我坐喺船头嗰度吓，买3等飞坐头等啊，咁啊佢同我倾偈，原来佢系北京驻北日本驻北京嘅领事馆。里头有间日本人学校，即系俾我日本人读书嘅学校嘅校长嚟。哇！我见佢坐喺船头画地图嗰度，好精神。我佢又嚟第三次侵略中国，你画得咁鬼精细啊！画啲地图，啊佢揸住咁地咁暗射图咁啊喺度一 mark 噶，哇好精细啊画得。咁我话你搞乜鬼啊呢度？咁啊夹住佢啦。咁佢成日同佢倾紧，咁啊同我啊，原来佢又中意写书法，中意画画。咁啊，後來仲叫我幫佢買啲蘭蕊筆添，個畫畫都係蘭蕊筆。咁啊，好啦，咁啊，中間咪經過萬縣嘅。如果你去到之後，你買藤條文名嘅萬縣，咁啊要補充即係加水啊嘛，隻船要。咁啊，去到萬縣，我落咗上去萬縣嗰度行添仲。咁佢啊，好中意中國音樂喎佢。咁佢話：你識唔識玩二胡啊？我話識地啦。佢買咗個二胡。終於啊落船，下面咧就教佢拉二胡，拉到上岸幾日，佢連一個音都拉唔到。啊，我日本人唔費教咧，即係我本來即係以為即係幾有趣咁啊，但係同佢都後來即係好成咗朋友啊嘛，咁佢成日都啊翻咗北京之後就寄信俾我嘅，我成日叫我買嘢幫佢。啊，但係啊唔知點啊，雙面毛。咁嗱，我講嗰次嗰個演啊，買翻嚟。抢人哋咁啊！哇，成个月薪水冇咗翻嚟，咪又摆到而家我用都未用过。咁即系我啊觉得，即系后生，即系劝你哋后生仔唔好
冇做啲咁嘅傻事，七百蚊啊攞去食食咗好过啊！即系而家我有好多烟啊，有个烟系啊，只系翻到嚟嘅时候咧，嗰、那个盒咧、那个木、那个盖咧系崩咗少少，撞崩咗，所以个烟冇事，水纹纹好靓，水纹纹啊！你有兴趣俾咗你啊？冇啊，我就摆到咯，我唔知几多钱啊！嗰阵时七百蚊，你计下条数。啊，梗系唔平啦！而家嗰阵时，如果我有啊，真系我借钱去买多啲嘢翻嚟。嗰阵我大陆嗰啲木板水印嘅年画咧，10蚊张。而家哇，几百蚊张，而家荣宝斋卖几百蚊张。啊，如果我而家攞翻啲嘢出去拍卖，我谂我都够我养老。好啦，好啦，嗱，讲翻呢啲情例，砖系点嘅咧？你睇下砖。其实有花的是不是旁边有花的砖。这些是城墙的砖来的。城墙的砖来的。不是地砖。好啦，那我们看看地砖又怎样。地砖还漂亮，因为是城墙的砖，这些起屋的。因为中国的屋很特别，但我们讲到会知道。就是说起屋的情况就是四埲墙冧了冇咯，间屋是不冧的。它是靠四条柱和个顶。四边墙冧是不冧。现在我的是靠啲墙嘅力噶，系嘛？又主力墙啊，开个口，开个门都唔得噶，系嘛？而家啲起楼，但以前唔系噶，中国嘅建筑面积就唔系靠啲墙嘅力噶，系靠啲四条柱嘅力噶。咁啊，呢个但系我哋讲到建筑嘅时候再讲。乜地砖系点咧？地砖，你睇下啲地砖，地砖啊，因为经过长期审查，用咩地砖好呢？考虑了一大轮喎，都铺砌正殿用的方砖，终于研究得大量之后，决定是用咩？用苏州绿木砖窑作为御用砖窑，专帮佢烧砖。呢啲砖咧颜色是纯青色嘅，敲就哐哐声，所以叫做金砖。嗱，如果你睇嗰边噶啊，电视里头讲康熙。唔系讲乾隆，乾隆啊，乾隆有个奸臣，和珅，如果你睇咗剧集，你会睇到噶啦。有啲太监喺度收黑钱系点啊？佢会话俾你听边度位叩头特别响嘅，系啊，里头我话唔知下边空咗还是咩，个头黑黑，即系叩落砰砰声好响，咁皇帝觉得你诚心其实。如果你在第二个位置扣头穿都不响，即是这些砖是很特别的，即是但是它每个位置都不同的。当然不是度度响，但是你看砖是这样做法的。这些砖怎样做法呢？只是太和殿一个地面，太和殿用了4718块这些砖才铺到太和殿。工人三人一组，大概平均每日是铺到5块。哇，你计下。成千蚊工人，如果而家死啊你，即系如果要你而家你话净系铺嗰个街砖几多钱啊用？刮平之后再浸桐油落去，所以光亮照人，坚硬无比。吓、扣喺头上，砰砰声嘅。最近先几年啊，一对永乐，即系当时啦，永乐御制嘅金砖拍卖喎，喺呢个网上边，几多钱你知唔知啊？人民币。一对两块啫，80几万啊！得闲买几块翻去铺下屋企啊吓，一扣头80几万两块砖啊！你可想而知当时用咗几钱？净系太和殿都啊，都千几块啊嘛，系嘛？即系你计下条数啊，4000几块啊！太和殿，咁你计下条数啊！好啦，所谓金砖其实实际上咧系大方砖啊，唔系金嘅，你睇佢有埋啊！砖上面有埋嗰个作者名啊！第二日如果呢个砖有咩问题咧，捉翻你哋知死，知唔知啊？即系话系负责制嘅有，即系呢个砖系边个做嘅，系有写明。嗱，点样讲法？呢个金砖烧得好困难啊，其实好困难。点解咧？从攞嚟至到烧好，大概2年时间烧得快，即系每一块都要经过2年时间。嗱，点咧？攞嚟要经过掘啦、运啦、晒啦、锤啦、浆啦、磨啦、筛啦，7个步骤嘅。
咁呢七個步驟點咧？先喺因為蘇州出咁喺度，先喺太湖嗰度攞啲黏性好好嘅泥出嚟。啊，呢啲泥係點嘅咧？係好黏，唔散嘅，只會黐住，啲黏性好強嘅，粉而不沙。啊，選嘅泥土啊，先放喺露天，走佢吹乾。露天幾耐咧？一年。一年之後就會去曬啲土性、啲泥性冇曬咁講，唔知點解會冇咗泥性，我都唔識啊！呢可能係即係經過日曬雨淋，即係話喺塘底漚嗰啲味道冇曬啦，可能啊。好啦，然後咧再浸翻水泡翻開佢，泡開之後咧再用幾隻牛，用牛喺上面踩，唔係用腳踩，牛夠重啊嘛。喺上邊咧係反覆踩啲泥，踩點解要立咁咧？而家我哋玩陶瓷都係噶，點解搭泥搭你將佢猜嚟猜？將佢裏頭啲氣泡啊，谷曬出嚟啊！即係所以你嗰啲金磚打開之後咧，完全一個窿仔都冇，冇氣孔啊，完全，即係冇中間冇空，冇空位啊！啊，咁啊經過啊煉成咗泥啦，又將啲泥咧係反覆再打，然後咧壓落一個模嗰度咧，係壓呢啲磚出嚟，一個四方嘅模啦，壓啲泥出嚟。好啦，咁啊壓完之後，再揾兩人上邊揾塊板冚住，揾兩人喺度踩。踩到实为止，咁啊，将泥咧做成一块未烧嘅砖，未烧啊，仲剩咗块泥砖啫。咁然后咧，再阴干，阴干咗之后咧，阴干几耐咧？阴七个月，阴干七个月之后咧，再放落窑度烧。点烧咧？烧嘅时候有讲究喎，先用糠草系烟熏佢30日。啊！雞又唔使煙燻，雞都唔使30日啦，30日用煙嚟熏佢嘅啫，將佢啲潮氣咧潮逼曬出嚟，啊！然後再經過三十日之後啦，再燒30日咩？用片柴嚟燒，片柴即係話破開曬嘅柴燒30日，燒完之後再嚟燒30日，係成支柴，唔同效果喎。原來我都唔知啊，我哋你會唔會煮飯？15分钟片柴，15分钟成条柴一唔会啊！真系啲咁拗搞啫嘛！即系经过40几日嘅重柴嘅重枝嘅柴去烧佢，然后总之加加埋埋啊，又用泥做到咩？大概系495日啊，先至烧到，规格好高。仲有啊，整你如果用一块咧，要整定四块，有3块备用嘅。即系咁样吓，有3块备用。如果冇嘅话咧，总之系严格规定点啊。如果我哋话啦，攞块出嚟试下，剥烂佢，成个窑，譬如烧咗几多万块都好啦，几多百块都好啦。如果个窑里头抽样检查，如果有6块以上系唔合格嘅话咧，就全个窑都唔要啦。系啊，严格做乜鬼啫？只脚踩落去啫嘛，系咪啊？即系咁样，即系严格咁啊！嗰成个炉嘅就当为废品，重新再烧过晒，即系咁样。咁所以咧，大概2年先烧得一窑啊！出窑之后，金砖咧仲要再用铜油浸，用铜油浸到佢出现光泽，先至算系检验完咗之后咧，再运去北京啊！喺苏州运去北京嘛。哇！北京你啊，你谂下用咗几多块砖啊？用几块地砖点运啊？吓、啊，嗱、这个方法可以用嘅噃？点解原来佢运输系有严格管理啦，唔可以仿制，唔可以咩？点解唔可以仿制啊？有晒名啊嘛后边吓、啊，有工厂名，仲有年号喎，几时嘅？咩年份嘅？系咪写到呢块系2尺2件方嘅？啊，即系有咩嘅？你睇下后边呢啲呢块嗱，监造官苏州府乜哇，连名都落埋，睇死唔死啊？好啦，呢种考究而家睇嚟简直就系犯罪啊！呢种但系你如果睇哇咁精益求精嘅精神，你唔好话先做到咁完美嘅故宫出嚟咯，系咪？如果唔系都系有啲咁嘅嘢，点即系我谂你到而家都唔会严格到咁啦，系咪？好啦，咁你规定点样运到嚟啊？逢系运粮嘅官船，逢系经过临清。即系京杭大运河里头一个重要嘅港口嚟嘅，逢系经我呢度，有人就上船检查，每一个船一定要帮手运40块砖，
如果唔系唔准你过，即系呢个系买路钱嚟嘅，系咪啊？咁咪好快运到嚟咯。你日都好多船经过啊嘛，总之经过你要同我带四十块翻去，明唔明啊？即系咁样，民船咧就制二十块，官船要制四十块，即系用嗰个方法运嚟嘅嗰阵时。好啦，咁呢啲系砖嘅问题，你睇下铺咗喺地下就咁样。啊，呢度喺宫殿度影落嚟噶吓，即系话近影就即系金色咁噶，远影就系、是。啊！啲光嚟嘅啫，光影嚟啫，光泽嘅问题啫，即系近影你会见到系咁色噶。其实离远睇就咁色嘅。好啦，咁又有瓦又点咧？大家最多见得多就系瓦啦，即系啲琉璃瓦，大家知啦。嗱，琉璃瓦又点咧？琉璃瓦我哋就咁叫瓦就，其实唔系琉璃瓦，唔止系指瓦，系指好多样嘢。嗱，呢个当然瓦面啦，大家会知道一块块啦。其实里头好多好多配件噶喎，好多配件噶喎，例如话有咩瓦筒啊、瓦板啊、勾头瓦、滴水瓦、螺窝瓦、折腰瓦、走兽，大家知道有啲脊兽啊，系咪？脊兽都系算系琉璃瓦嘅一种嚟噶，啊，咁啊有好多好多嘢，好多嘢，吓，好多嘢噶，啊，苍兽啊等等，宝鼎啊等等，即系都系算系叫做瓦嘅一种嚟。嗱，咁你睇。啊！呢、這个农民嘅琉璃勾头啊，即系放喺前面嗰啲啦，即系你知道啊，即系每个有啲咁嘅嘢噶。好啦，我有一次去北，即系几十年前咧，又系入故宫嘅时候，见到一个喺地下噶，我想执咗佢啊，不过我谂住话，可能唔知喺边个监狱见到我哋啊，吓即系偷过宝啊，当系嘛，即系哇，即系随地抌。我谂啊，你谂我成第一次去嘅时候，四十年前啦。成四十年，有冇四十年啦？有啊，应该有。朱启文嗰阵时同我同埋呢啲同学去，朱启文同埋佢阿姜志华同阿朱启文佢同一齐去北京，即系入到去华杰都好冇攞啦，好冇攞啦，十五十六，终于就冇攞啦，梗系唔使讲吓。一个即系跌咗落嚟嘅瓦头啊，冇乜人去嗰阵，嗰阵时北京啱啱文化大革命之后啫嘛，开放，我应该去。全个中国游过晒啦，差唔多每一个即系其实唔系差唔多，直情系啊，每一个省我都去过，唔系每个地方去过，每一个省都去过。咁啊，去匀晒。当人人都话去大陆旅行嘅时候，我已经去第二度啦。我最早去张家界啊、九寨沟嗰啲未开放，我已经去嘅。自己坐人哋啲货车去西藏都系坐搭人啲货车啊，坐喺人西。坐喺个冬瓜上面，坐喺后面嘛，俾人哋再蔬菜去，坐喺嗰度去，即系俾啲钱人哋咁样吓。哇，坐啲货车，有阵时好深，有啲唔俾你坐个斗嘅，坐埋司机后面咁。哇，蹬到成个头撞上车顶，即系好，即系嗰阵时后生乜都够胆啊！嗰阵时咁样去旅行，我同埋啲同埋啲学生一齐去咗成每一年大概去三次到啦。去三次，因为有暑假、有圣诞假同埋复活节三个大假就全部去晒啦。改补唔俾功课做咪唔使过咯，咁简单。我教美术噶嘛，边度有补改啫？嗰阵时教美术啊嘛，嗰阵时教美术冇补改啊。好啦，咁啊，即系嗰阵时我见到一个咁样唔够胆、唔够胆执啊，咁啊，可能而家又发一达嘅。好啦，嗱，你睇啲呢啲瓦料啊，就系咁样嚟嘅吓。好啦，咁呢啲瓦咧，大概全个故宫用几多块呢啲瓦咧？两亿块，用咗两亿块啲瓦吓。咁啊，当然当时咧系规定咗由北京正阳门西南嗰个叫琉璃厂烧制，所以北京有琉璃厂系嘛？琉璃厂系专烧呢啲嘢啊嘛。好啦。咁啊，呢个系乾隆年间先，后来咧到乾隆嘅时候先改咗第二度嘅，一路明朝嘅时候系用正阳门嗰个嘅，后来就改咗去门头沟嗰个琉璃厂，即系好多琉璃厂噶，你哋荣宝斋都系琉璃厂噶啦，但系又另外一个琉璃厂，即系以前北京好多琉璃厂噶，即系专系烧啲琉璃瓦嘅。好啦，咁啊，然后嗰个烧制黑瓦嗰啲啊，因为你见到有啲系黑色噶，唔系黄色噶嘛，黑瓦咧就系去北京南部嗰、那个。陶然亭嗰附近，陶然亭有冇去过啊？陶然亭好靓啊！
一醉一徒然啊嘛。那個徒然亭，我同阿朱繼文就啊同啲同學咧去到嗰度咧，我記得去到徒然亭嘅時候咧，出邊有得爬艇嘅。咁我同啲同學去爬艇，咁啊租只艇爬，爬完之後咧啊爬下落雨喎。我即係同翻同學走翻上嚟咧，就坐喺嗰、那個即係租艇嗰個白嗰、那個棚嗰度，咁啊坐喺度，咁啊無聊啊坐喺度等雨停啊嘛。咁啊阿朱繼文佢哋啊喺度坐到黑眼瞓。那個租艇阿伯咧，即係出邊喺屋企攞啲衫出嚟同你嬲，話而家一腳踢你出去啊！以前我初初去北京嘅時候，啲人真係好好有人情味嘅，租好有人情味嘅。當然未見過好多嘢啊，邊度嚟啊？咁我哋話香港邊度嚟啊？唔知喎。啊，華僑啊，華僑啊，即係總之你喺大陸嚟叫華僑啦。啊，去到濟南孭個背囊，喺呢個火車站喎等火車。唉，坐喺个背囊上，黑眼瞓觉都一醒，哇，围咗个圈喎、啊，真系睇啊，叫埋手睇，又唔敢行埋嚟，睇我哋喎，喺度以为我哋日本人，你知唔知啊？嗰阵时冇中国人去旅行噶，去亲大陆旅行都系日本人噶嗰阵时，咁啊以为是日本人，咁啊啊好得意啊，即系话我哋带埋张床出嚟，其实我啲背囊有铁架咧，佢以为是床嚟，咁所以我哋用普通话同佢讲啊，中国嚟啊！我系啊，香港华侨又系扮华侨啊，话俾佢听，即系围咗圈啊，围住我哋吓死我哋，一醒咗冇，哇，俾人围住咩事咧？即系二三百人咁围，唔系十个八个，即系咁样咧，都未见过啲着啲咁嘅衫嘅人啊，即系可能啊，即系嗰阵个个都着，你知道个个都系着解放装嘅嗰阵时，有毛主席至到普通平民都一样，不过后嚟啲人教我哋睇佢嘅袋啊。有冇袋掩啊？等等啊！分階級原來咁啊睇喎，我都唔知啊。嗰時着即係咩喺火車上面撞見咁啊，同佢傾一大輪偈。哇！原來乜軍部司令咁，哇嚇死！去到黃山沖涼，點解兩個人守住門口唔俾我哋入去沖涼咧？浸温泉啊！又去原來個司令官喺度又沖緊涼，有兩個衛兵喺出面守住，我都唔知啊嘛。見佢即係普通人一樣啫嘛，個都咁啊。原來唔准入住，唔知咩事唔准入咧。即係嗰陣時啊，即係總之嗰陣時嘅旅行同而家完全唔同。啊，呢個唔好講啊，其實先講下有機會。好啦，嗱，呢個榴蓮雅咧就喺陶然亭附近嗰度燒。陶然亭，但係我哋會講到下邊嗰個講啲城牆，會講到陶然亭附近啊。因為陶然亭附近好多咩咧？好多墳場噶。我而家先知啊。我當日我哋去陶然亭爬艇嘅時候，唔知啊，唔怪得好多人未去過陶然亭。可能你跟旅行團，旅行團唔會帶你陶然亭啊。其实陶然亭好靓嘅风景，好靓嘅。啊，好啦，石咯噃，石料又点咧？大家知道成日话用汉白玉系咪啊？成日话听汉白玉。啊，石料咧就采自北京西南房山。房山大家知道即系房山县，咪大家知道即系北京猿人出现嗰度咧。啊，嗰度嗰啲嗰个叫做青白口嗰种石啊，叫青白口。嗱，啲石咧。色彩清白相间，你睇啲大理石嘅大理石啫嘛，佢叫做汉白玉，又话有少少即系青色白色咁相间，啊或者叫做崖叶青个名，咁啊因为佢系白到好似玉咁，又滑到好似玉咁，所以啊叫做汉白玉。嗱，咁呢个汉白玉系其实纯色嘅大理石嚟嘅，即系冇嘢嘅，系石灰石嘅一种嚟嘅啫吓。咁里头有少少闪光嘅晶体喺度嘅，啊，大家博爱会知嘅，咁啊，所以叫汉白玉嘅啫。天安门前边嘅华表啊，金水桥啊，宫庙宫殿嘅基座啊，石级啊等等，啊护栏啊等等，全部系用呢啲所谓汉白玉做嘅，吓、啊。咁汉白玉嘅产量咧，其实冇嘢噶。如果你大理石啊，大理出大理石噶嘛，所以叫大理石啫吓。當然不是只是大理石啦，呢啲大理石出產嘅時候大概只有 30% 到就係屬於漢白玉嘅啫，即係唔係所有大理石都用得㗎，即係靚嗰啲叫漢白玉，咁啊大概得即係十分三到係合規格嘅啫，啊咁通常都而家啲人都用嚟做佛像啊等都係用嗰啲，咁啊。當然啦，古代你睇西方希臘嗰啲石像，冚唪用嗰啲大理石噶，都係用大理石做啊，即係用呢啲咁嘅石啊。咁啲紋理好靚，咁啊
但是北京最早的汉白玉呢就在房山区的地方。原来呢一路掘落知道呢度有啲石啦，掘落个山度啦，掘到几多？掘到第十三层先有汉白玉噶，其他系第啲石嚟噶。咁呢，因为你冇心机掘落咧，就攞普通石嘅啫。一路掘到第十三层先系汉白玉。咁啊，一层层，即系你会发掘落咧，大概个厚度咧，掘完之后即系出现咗汉白玉啦，又冇咯，下边唔一定有嘅，下边大概系得几厚度咧？汉白玉系得五十个厘米咁上下啫。其他就是第二样嘢嚟噶，又系杂石嚟噶。咁其他有其他部分啊。咁为咗块汉白玉，要掘几十米嘅山，咁呢个真系当然啦，唔怕浪费咪得咯。但系怕唔怕浪费啊？皇帝梗唔怕啦。咁呢啲非汉白玉又点啊？就喺即系攞嚟讲，如果你而家入去北京故宫，如果你识货嘅话，你去睇，发觉好多假嘢，根本就唔系汉白玉嚟。即系话皇帝识鬼咩？啊，即系佢求其见得咁上下样就算啦，佢又唔会着个盐，佢着个魔啦。其实即系话全部呃晒人。你会发觉里头根本唔系汉白玉，好多假嘢嚟噶，好多假嘢。啊，哇，当然啦，边个做盐噶？太监啊，唔知佢系。收咗钱啦，还是只眼开只眼闭啊？总之啊，系啊系啊系咁就算噶啦。如果真真正嘅汉白玉，其实如果你而家发觉里头话啲人啲游导游带到又要行北京啊，呢个汉白玉咩？你就笑下算啦。啊，即系唔好信佢。点解咧？你慢慢睇你会知道，因为真真正喺古建筑里头用汉白玉唔多噶，因为而家咧啲大理石咧全部可以假造靓过汉白玉噶。靓过佢，佢系用粉压出嚟嘅啫。但系咧，你睇下点样睇啦？如果睇佢嗰件雕刻品个栏杆或者咩咯，有冇通心？做咗通窿嘅，做咗通窿嗰啲就系假噶。因为嗰啲质地、嗰啲粉嘅质地先可以做到噶。如果真正汉白玉啊，唔可以嘅，咁碎啊会。所以假嘢系反而仲精彩嘅，即系做得好。嗱咁呢个系，所以你又去睇下啫。仲有汉白玉点样汉咧？同汉有乜关？其实汉就系错嘅呢个字，应该系汉白玉，汉流汗个汉，汉白玉其实，不过啲人读到一读咗汉白玉，咁你又同汉有乜关系啊？冇关系，就系流汗咁解啫嘛。佢嗰啲纹咧就好似流汗咁啊，所以叫汉白玉系咁样嘅啫吓。好啦，好出汗咁啊。咁而家呢用石粉压制出嚟嗰啲咧，好容易鉴别嘅。总之系越系可以雕空嚟做嘢嗰啲你就知道系假嘢嚟。出边而家街外边卖嗰啲，99%都系用呢做嘅啫，即系用啲粉嚟做嘅啫。其实佢制啲工艺品仲制得靓过真系汉白玉啊嘛，就咁嘅情况。好啦，咁啊讲翻呢个宫里头最大嗰块汉白玉喺边度咧？你知唔知啊？亦都可以话而家全中国最大嘅一块汉白玉嚟啦，俾佢掘咗出嚟，就系保和殿嗰块。嗱，你睇下呢个台基呢啲都系用汉白玉嗰个所谓，当然系假嘢啦呢啲吓。你知啦，呢啲咪有三层啊嘛，三个台之后先起嗰个太和殿嗰啲噶嘛吓。咁呢啲就系、是、啊嗰、那个嗱、啊，或者你睇下华表咧。是汉白玉啦，即是话用汉白玉做啊，总之大理石做啦。呢啲栏杆挑到咁靓啊，即系挑多花噶，吓、啊，成个围栏啦，系咪啊？嗰啲全部都系，即系你即系分辨啊！诶、哎，喺故宫里头，无论华表好，栏杆嘅雕刻好，全部都系用呢种石，佢哋就叫汉白玉啦。总之系用呢种石做吓、啊，可能系咩啊？汉白上面嗰层、下面嗰层都未定嘅啫吓，即系唔系咁多汉白玉根本就系、是、你都入到去睇嘅时候，好啦，咁呢个最大嗰块边啊？啊，带你睇下最大嗰块啊！呢块就系保和殿后面嗰块叫做单壁石啊，单壁石，即系话你咪你一行上咪行，俾行石吸啊！呢度唔俾你踩啊嘛，行石吸上啊嘛，系咪啊？嗰块啦。
全长是 16.57 米，阔是 3.07 米，是 1.7 米厚，三尺多厚啊，这块东西都很厉害。重多少呢？200多-300吨，冚啩用了600年咯。应该冚的，因为它不被人踩的嘛，它不被人踩的嘛。但如果现在香港，如果好似而家大陸嗰啲遊客咁樣，一日播10萬、10萬人咁湧入去，兩下都爛曬，磨到平咗啦，已經係咪？嗱，動用咗幾多人去搬咧？6000個兵士同10000個勞工，2000隻驢馬，用90里外個房山縣開發咗之後運過嚟嘅呢塊嘢，為咗解決運輸困難，你估點咧？當時啊，啲人驚到點啊？你用一個好聰明嘅方法。在运送途中每隔1里就打口井，然后当然可以解决了饮水问题。你以为饮蒸馏水啊？饮井水啊？那些工人搬到搬口渴，好了，等到冬天来了，拿些水出来泼落地下，即刻结冰，就得滑过去，即是这样。但是即是这样，即是结冰之后就找些雷马去拉它。虽然说可以这么聪明的办法，但是呢平均一日只是移动了3公里到的一日。所以几辛苦运这嚿嘢嚟。几时要用呢？太和殿，我哋话太和殿咁，其实当皇帝登基啊、生日庆典啊、大婚啊等等个场合先至会用这个石嘅，先要用到这个殿，就行过这个单词这个所谓单臂石。俾你睇下，有皇帝行过喎，俾你睇下个皇帝啦。呢个系电视剧《如懿传》里头《发神经》啊。个皇帝行上去点行啊？佢啊睇书话个皇帝要经过，即系行过成个丹陛石上屋，真嘅真嘅。呢个登基啊，呢个系乾隆皇帝登基啊嘛，《如懿传》如果你睇翻电视剧《如懿传》睇到噶。呢个咩华叫做嗰个明星啊？系佢行啊。他行到话个好嘢，其实啊，书上面记载话行咧系点样咧？你侧边两边有楼梯啊嘛，系揾个即系轿夫咁样轿咧，皇帝坐啲轿啦，两边嗰啲人行，咁佢系坐喺中间咁样上啊嘛，边佢自己行嘅啫？呢啲导演就系唔读历史啦，梗系唔使讲啦，佢唔知啊，以为就咁行上，佢点解乾隆行到，点解阿霍建华系行唔到嘅？行唔到啊？点行呢咁斜？好长咩？系咪滑啊？嗱，呢个系《雨传》嚟头啊！我所以睇电视剧成日闹人嘅就系成日讲呢啲嘢，我屋企啊闹，喂，你睇电视咁嘈嘅你，咁多嘢讲，你唔准我闹，我唔睇，我就系揾佢坐住，好有趣啊！睇电视有趣嘅地方就系抄到啲嘢错，呢啲错真系错，好啦。当时掌管营建工程是派了太宁侯陈圭，副手是谁呢？是安远侯柳升和成山侯王通之。主持筹建的将士有蔡信、陆翔、杨清这三个人，即是在根据记载。到整件事完了，正正式主持的那个叫拐场，这个拐场很有趣的，由他。咁你话哇咁多嘢点做，唔做好耐？佢唔系啊，咁你系经过10年筹办，筹办咧即系预备话起啦，咁啊筹办10年，然后起咗3年零4年都起好噶咯。点解咁快咧？因为一定咗之后咧，佢系点咧？用嘅特备工人大概有成，即系嗰啲特别技师啊，有成10万人咁多。辅助工人100万。点样做法咧？佢系画好晒啲规格。砖是点嘅，瓦是点嘅，等等啦。然后咧，各个地方分开做，做完之后运嚟一夹夹翻埋，明唔明啊？即系每一件都系有一个一定嘅规制嘅，即系咪见嚟到咪夹到咯？吓，即系组件砌出嚟嘅，即系好似 LEGO 咁砌出嚟嘅，吓咁啊！所以咧，砌咗3年几就砌好啦，即系预制组件，即系要几多件乜，几多件乜咁样做法，咁啊一齐运到嚟之后咧，一齐装嵌。咁呢个拐场好笑喎！拐场的老豆的拐父他是在工部里头帮皇帝做事的。
咁佢深得父親真傳嘅呢個人啊，咁佢咧，所以佢好後生已經係做緊佢爸爸嘅助手。咁你擺成天生啊，對啲數字非常之敏感嘅，啊，咁佢啊個心算能力好強喎，佢拿住把尺度下度下度下，一開工就度下度下，就即刻計咗成個計算工程出嚟，需要幾多材料即刻知嘅，即係呢個人有咁嘅天分。咁呢個天才設計師咧，當然啦，朱棣好賞識佢，十八歲已經命佢做總工程師。而家我哋香港十八歲，你叫佢管到幾字幾張牀都管唔掂嚇啊！咁呢個相傳佢咧，當時啊，啊三大便係佢設計，設計完之後，第日俾個即係俾阿朱棣睇個設計圖。看完了得 ,OK, 照这样做了。他即刻呢做个模型出来，一个月之内就做了这三大殿的模型给朱棣看，是不是这样即是缩小了做个模型出来，啊，很快。咁但是你知道，啊，当时没有落标，有些建筑师想做，为什么是要给他做，即有些人买通啲宦官之后想做这件工程。咁我等比难题他，那些人说怎样那些太监说，在这里既然是皇帝住的，要整全个古宫有一千条龙，要有一千条龙，那怎么搞呢？一千条龙，结果你知道他怎么做？你去故宫看过了，他每一个板上面，即是这些栏板上面都做个龙头，做排水口，因为他台上面每一度落亲雨落雨嘛，就那些渠其实他是夹咗落去嗰条龙头嗰度，即系话一落雨之后，千龙喷水，啱啱千条喎，真系你得闲去数下。嗱，啊，你去嘅时候，因为我去好多次都影唔到，因为我去亲多都系暑假之类啊，即系冇乜落雨啊，冇乜落雨咁啊，即系好少影到佢落有水。你睇下，系咁样。咁另外咧就话咧，缅甸啊。缅甸你知边度啦？知道起皇宫啦，喺度擦鞋，专登啊向明朝咧进贡咗一块珍贵嘅木料，啊，就话千年古树嚟嘅，啊咁朱棣决定好攞呢条树做门铲啦，咁做门铲，点不知施工其中咧，有人整蛊佢啊，可能喺买通咗啲咩，同佢锯短，锯咗短咗一尺几，死啊做唔到，咁结果咧。冇第二塊，得一塊啊嘛！咁人哋送到嚟，即系你知道皇帝唔值得噶啦，你整壞佢啲嘢，好大件事咯。終於佢，唉唔理，終於叫啊，再鋸多鋸短多尺，叫佢再鋸短埋。咁又攞個木咧，就鋸一兩橛啦，每邊挑一個龍頭，咁又中間綁一條木，兩邊係龍頭嚟嘅。咁即係話做咗咁個門檻，嗰門鏟啊可以咩？佢話點解要咁？如果有馬車經過，就將中間抽起，咁啲馬車就唔使跳過欄啦，明唔明啊？即係佢話我特登咁設計噶，啊咁即係後來呢個喺建築行業啦，呢個叫金剛腿。建築行業有個名稱就金剛腿，就話喐得嘅，即係呢個腳。咁佢即係皇帝啊，係唔使我落唔使我落車喎，架車可以直去喎，掹起個門鏟咪行得咯。即是两边的龙头在这里，中间的卷掹起它，那就搞定了。那又这个过关，即是故事这样讲，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能后来人作出来未定的，我不知道。不过即是是这样。我想结果后来啊，皇宫前三殿啦，天安门的城楼啦，长陵啦，即是就是他明朝的那个坟墓啊，长陵啦，还有建陵啦、龙福寺啦、北京西苑啦等等，北京西苑即系等于今日嘅北海啊、中海啊、南海啊、中南海嗰度啦，全部嘅设计佢设计，即系呢个拐墙设计，啊，仲有御陵都系佢设计，即系皇后啊个啊，即系清朝皇后嗰啲陵墓佢设计，佢到84岁先死嘅呢个拐墙，喺嗰阵时嚟讲算长命噶啦，咁啊，终于朝廷系俾佢赠三代任二子嘅封赏。三代有官做。
啊，兩個仔又搬走咁樣，啊，即係呢、這個，喂，嚇、啊，得意受傷啊呢、這個，好啦。